有关媒体查证吴永和街发生纠纷案件啊，本分局说明如下啊。于今日上午9:40起本所接获有报案称在某饭店门口有纠纷，经本所巡逻警组到场了解突然那个听到隔壁民宅传出巨响远警上去查看，发现一名女子无姓右脚受伤经了解，该名女子是高雄地检署发布之毒品通缉犯研判妇女疑误认远警到场，而情急之下从饭店的5楼跳至隔壁民宅欲逃逸远警在吴女身上起获那个有安非他命毒品及吸食器现场并未发现任何凶器，另那个本所远警在该饭店另外找到一名男子该男子有头部有轻微受伤为对于受伤之原因不愿说明本所与分局侦查队目前已组专案小组并掌握相关在场人身份正循线全力查缉中，以还原现场并厘清有无其他不法情事，依法侦处。